栓子，我已经找人打听过了，咱们的人就关在这个牢房里。规则的防守特别严，得先把他们引开。那好，就按我们商量的吧。那大小姐吧，追！翠兰，哎，丹妞，好，鬼子马上就会追来，留下几个人共拦住他们。好，秃子，先把人带回山上，记住，别回石门洞，
先到仙人岭躲躲。好，跟我走，快，快，快点，快，快，快走，跟着，快。就留这么几个人吗？人多不好行动。哦，大小姐，你身体虚弱，先跟他们上山吧。不用，我要和大家在一起。我不能让你再有任何的闪失了。我说了，我要跟大家在一起。鬼子来了，隐蔽。快走，快走。手上站高点，举手。顺利，兄弟，别给我离开吧，叫大家撤退。兄弟们，撤退！狙击手，顺子，我等诱饵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你先确定位置，然后一枪毙命，就像打猎。哎，顺子哥，这鬼子的鸟铳还挺好用啊。撤退？不是，咱们现在占上风，为什么要撤退啊？多料几个。你们一定要撤退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鬼子的重武器一定在后面，到时候我们谁都走不了，只能等敌人来给我们收尸。相信我。顺子哥，蓝鸟撤退。